奖概率。一个飞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了啊。你大爷的，你怎么掏完点烟跑了呢？你跑个屁呀、啊、哎呀，我这鼠标又变成这样了。这闪现 W 我容易死。还有20秒开奖啊，一个飞机就能参与我们的抽奖了。这不 W 一手啊，这得 W 一手。对，你不 W 怒气怎么会没呢？谢谢老板们的飞机。有点太多了人啊，这就感谢老板们，一篇盖过。来啦，蓝枪来了。一个上来，再来一枪，枪毙！呀，这都没死啊！哎，不用，这就死了得了。这一个亿就死的玩意儿呢，还搁那塔下还瞅瞅个屁呀、啊！哎呀，德邦总管来了，我们赶紧撩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，德邦总管！信哥，我都快到家了，别追了，行不行？别追了，别追了，也意不到，拉倒吧，赶紧跑啊！这所有装备呢？先来个小木印啊！我们有两个装备可以尝试一手。这个暗行者之爪就算了，根本就没有用这玩意儿了，就这两个木印或者是星石。谢谢低调的风流，我先 Q 你一下，再依你一下 ，A 接 W 接屏给走 ，A Q 死了，套点盐，死了，我在等技能，你在等什么？嗯？下边他有点盐啊。咱们玩这猴吧，这还有点就其他的选择，你知道吗？要玩点那种笨的英雄，就比如说这个洛克萨斯之手了这种的，他没啥其他选择，你知道吗？他只能出那个装备科学战斧，他是出不了别的，出移动速度那个可能也行，但肯定那就不幼了。我出过那移动速度那玩意儿呢，不厉害，没出一下。还有这鳄鱼这种的，没啥其他能出的。无所谓了，反正这都是常见的。啊，星石加黑切很变态。
星石啊，星石加黑切，哪里变态了？怎么就变态了呢？哎呦我疼！好点人，挺能跑啊，小伙子！跑什么玩意儿了呢？打呀！啊，怎么来人了？我说的嘛，一走吧！哎，闪现！W 一手，走位，一回来，套点盐了，这波尽力了，兄弟们，好吧，没办法。直接走走哪去啊？你是往上走往下走啊？往上走有鳄鱼，往下走的话那个阿卡丽不带放二段 R 的，他放二段 R 就往下玩了。老鳄鱼怎么叫人呢？这真是的，讨厌！玩个鳄鱼打个猴还叫人，还是电型猴，真是的，你不讲武德啊！不行，他大招跟我大招好的时间应该差不多。呀，我这塔皮没吃着。你能不能出来跟我打两下子？我也不推了，你爱出来不出来，我看你今天出不出来啊。抠挺疼啊。蓝枪我感觉要来了，可能会帮我们赶克一下。来呀、啊、等一会儿啊，赵信肯定是放大的。这鳄鱼不带上来的，贼猥琐的人。你就瞅着，你也别补刀。你看俺俩谁狠？来，这车我看你要不要啊？行，车也不要，我们就在这玩。反正我们家优势，你现在不找机会杀我，你们家就输。我看你怎么玩，你可以不死，没有关系。杀了吧！慢性死亡，一滴血也不耗啊！这鳄鱼，我天！我们让这小兵多死一点啊！先等一会儿，对。顺便让这蓝枪吃不到我们这层塔皮。
哎，这波兵不给他吃。我个人感觉你好像打不过我，不行，这个还是虚区还是差了点，没有征服者，我发现吸不上来血，我的感觉错了，还有个点炎。不是，咱不尝试一下吗？你知道吗？那你不得尝试一手？其实不行，这猴出阵还是不行，定位不行。现在的定位它就不是那刺客。猫人走来，看看这波一打二能打不？你跑个屁呀！这有什么好跑的？这鳄鱼老跑，真这鳄鱼太怂了，玩还玩鳄鱼？玩什么鳄鱼？应该玩个王八。你两个人你害怕什么玩意儿呢？我操，这伤害，我跟你说，我出可野战斧我也能杀俩。不是这伤害高，我出那可野战斧我也能杀俩，一样的星石带吸血。哟，死！这给个护盾可以。就是这捡吸地有点慢，吸地时间有点长，先来个幽梦之灵。出个黑切吧，塞尔达的怨恨。小黄毛，来试试我的虚区。哇哦，这虚区有点高啊，这哎我好走呗，哎呀我的人头，
我要吃人了。小黄毛九级，我们十二级。这个小黄毛确实可以啊。哎呦我操，这伤害也太高了吧，这都不让人玩啊，这给打死了，我天哪。我带个电刑他直接人没了。拜拜。啊，好大，转起来，闪现没闪出来，把那鱼收了吧。哎呀，整个黑切，我这还没出收集者呢，我跟你说，我出个收集者，那小黄毛更死了，剩5%直接死。还给我25块钱，我来个收集者吧。吃点饭。三项啊，三项不行。不会太脆了吗？那刺客肯定脆呀。那你要走刺客可不脆吗？看看小黄毛去哪收兵呢，我们找找他，他去下路了，找他去。我看到了一个真实伤害999。我操！这玩意儿挺吓人的，我发现呢。哎，一下就死。哎，可以，这么个辣不知道要干什么，闪我面前呢，也不知道要干啥。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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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的天哪，吓人呐！那个真实伤害就是只有